叶的一个萃取，月桂这个保湿喷雾，这个月桂保湿喷雾哈，好，来在这边，这是我们月桂保湿喷雾，这里面哈这个富含了97%满满的月桂叶。好，月桂叶呢，在古代来讲，它是一种神秘的香料。好，那后来科学家发现，把它拿来把它拿来做成保养品呢，对我们皮肤有非常好的这个调理我们的肌肤油水平衡的一个作用，而且它有收缩毛细孔的一个作用，也让皮肤平衡我们皮肤的一个酸碱值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月桂保湿喷雾，我们来看它所喷出来的这个质地呢，非常的细，整个好像会飞一样。好，而且里面还加了神经酰胺的一个保湿成分在里面，所以因此呢，再来，因为它分子非常非常的细小，里面有一个月桂叶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月桂酸，这是一般植物所没有的。好，月桂酸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能够帮助我们皮肤调理油水平衡，修复我们的细胞，带出我们皮肤的光泽度，以及紧实我们的这个肌肤的一个功效。那对，那这个月桂酸呢，有这样的功效，所以因此，如果当你洗完脸，你梦想想要一张。想要有一张这个巴掌大的小脸，建议你当你洗完脸，掌握在黄金三秒，赶快喷上我们的月桂保湿喷雾，它能够渗透到你皮肤里面，让你皮肤细胞跟细胞的结缔组织紧密性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喷上去，它是有一个紧脸的一个效果哦。这一瓶满满97%的月桂保湿喷雾，售价才多少钱？才388元，也是非常的经济实惠。